matter the way, no matter the pain nor ache, I promise. No, I don't. All of those lonesome nights apart, you'll be back in my arms, no matter the way. First thing to tackle today. You sing the song, I'll do the dance. You take the lead, I'll take your hand. Foxtrot or cha-cha, rumba or salsa, whichever rhythm you choose. 我大家可不可以看到我鼻子这边的脱皮？ 好吗？ 因为我前两天大过敏，然后很有趣的是，我的过敏呢，都是过敏当天鼻子会很红，过敏的隔天没有事情，但过敏的再隔天，我的鼻子就会大脱皮，真的是没有一次例外。我已经尝试过各式各样的方式， Vaseline 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乳液，我都试过了。因为我等一下要拍东西，现在怎么办呢？先擦一点凡士林好了。唉。 Oh my god， 拍一个照片，这个是 Charlie， 我今天把很忙的 Charlie 请到我家来帮我拍照。 When you're young you don't think about how good things have a bad side。 好，各位，现在呢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在 iHerb 上面买的东西。放下来。 And thank you iHerb for sponsoring this portion of the video.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网购品牌，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它是一个美国非常非常出名的电商平台。其实之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就有听过 iHerb， 然后也有买过几次东西。然后后来回到亚洲，回台湾之后，如果有一些我想要美国的品牌，但是台湾或是亚洲没有做代理的，我就会在 iHerb 上面找。尤其我觉得美国在 supplement 这个领域其实做得非常好，有很多世界的大厂牌都是美国的品牌。所以之前在念书的时候，我妈每次我要回家之前，她就会叫我说啊，你去 Costco 帮我买什么什么什么的 supplement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还要帮叔叔阿姨、什么舅舅舅妈、外公外婆、阿公阿嬷，反正就是很多人。所以如果你在台湾或香港想要买一些亚洲这边还没有经销的一些正品的保健品，或是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比外面卖的更便宜的价格。其实 iHerb 上面的东西真的很多，包含有保健品啦、美妆品啦、skincare 啦、家居用品，就是真的应有尽有。它就是一个非常diverse 的，是这样子用吗？反正就是它是应有尽有啦，所以你可以很轻易的把你一次需要的东西一次买齐，然后过到那个免运的门槛，是不是很棒？但如果你像我一样，可能一个人住，你也可以跟朋友一起加单，一起凑免运，这样子算下来其实也会便宜蛮多的。喂，喂 ，Hi，Hi， finish packing。Oh hi， I'm filming a video。I sleep and then I go. We going out tomorrow.Okay, have you heard of a website called iHerb? Yeah. Have you bought things from them? Protein powder? Wait, you're taking a video right now? Yep. I'm not ready. Okay, are you ready? You want to say hi to people? No, I don't. I'm good. Oh, sorry. I already show you to the world. Yeah. Hey. Yeah. 我先给大家看我的 supplement 好了。其实我是一个很懒得吃 supplement 的人，但是我觉得年纪到了，然后作息不正常、饮食不正常状况下，真的有时候 supplement 是对身体蛮好的。首先呢，我买了一个这个 Natural Ways 的 Alive， 它是 Woman's Gummy Complete Multivitamin 哦。这个是我在 iHerb 上面看到在女性维他命里面的忘记是前三名吧，这个是一个综合维他命，所以就每天吃一颗补充需要的养分，对，养分。然后另外呢，我也买了这个 California Gold Nutrition 的 Gold C Vitamin C， 它是适合素食者食用的。因为我本身不是素食者，但如果你有一些饮食限制的话，他们的网站就很多不同的选择，你可以去选那些适合你的维他命。再来呢，我还买了这个鱼油 Omega 3。其实鱼油呢，我妈从小就有点像逼我们吃，但是我小时候觉得鱼油很臭，所以我就是都会有一次有一餐每一餐的这样吃。但对，我买了一个也是很有名的牌子，是 Now。然后另外呢，这个是专门 for 女生的，它是这个 Creme Rich。那大家都知道蔓越莓其实对于女生私密处的保养是占有一个很崇高的地位。我们最后一个是这个 calcium 跟 sorry 有根头发 calcium 跟 magnesium。 我觉得年纪到了二十后半，其实要开始养自己的骨本，就买了这个是 support bone health。 好了，另外我还买了什么，我想要提一个差点忘记，讲到 supplement 啊，我就是前几天过敏很严重，然后我就收到有观众的私讯推荐我去吃这个 supplement， 可是我看到的时候我的包裹都已经下单完了，所以我下次应该会再补买这个。另外我在美妆的排行榜看到这个叫 Acure， 它是一个 brightening facial scrub， 它是 100% vegan， zero pretentious， paraben free， sulfate free， mineral oil free， petrolatum free， cruelty free。 然后这个呢是我的爱牌，是 Cosrx，它也是就是排行榜很前面的，是 Acne Pimple Master Patch。 另外我还买了一个，这个是 Rose Hip Seed Oil， 可以用在你的脸上，可以用在你的身体或是头发都可以用，然后它也是评价非常非常好。哦，油的味道。刚刚讲说它有很多美国的牌子，对不对？这个是我在美国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美妆品牌，叫做 Physicians Formula， 他们家的这个 Bronzer超美，它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适合亚洲人，你现在看不太出来对不对？但是等我上在脸上之后，你就会觉得哇，我整个人看起来哇好健康哦，这个肤色这样。所以这个我在香港跟台湾其实都非常非常少看到，就很多时候都要透过代购才能买到，我这是在 iHerb 上面看到了，所以就买了。好，
暂时先开箱到这里。那另外大家在网购上面可能会很担心自己的个资被泄露啊，但是 iHeart 他们对于个资的保护是非常严谨的，他们是少数完全符合欧盟 GDPR 隐私法规的美国公司，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的在上面购物。那如果大家有想要买的东西，今天也会有折扣码给大家，从6月14到7月15都可以用这个折扣码，会有一些额外的折扣给大家。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的，我现在准备要出门。那我准备要去找 Boris 跟雨乔，因为他们今天要练舞，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变成舞者之一了，但 yep。 好的，我现在已经到了今天要练舞的场地，今天要练的地方是在这个 The Yard， 谢谢他借给我们三个用这么大的场地。大家有记得这个地方是哪里吗？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好了，哎，是这样，然后什么，没错，这个就是我上次来学莫一莫的场地。然后其实我们今天约的是5点钟，但是现在的时间其实已经5点半了。然后哎，我怎么还是一个人在这里呢？顶改现在是距离约定时间快要一个小时之后，哇，我身后终于有人了。Thank you.
次我在 iHeart 上面还买了两款茶，这个的品牌叫做 Yogi， 然后这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有喝过的，一个是这个 Honey Lavender Stress Relief， 另外这个是 Bedtime， 这两个都是没有咖啡因的，所以晚上喝也不用太担心。今天晚上先来喝这个 Bedtime。这几天脸实在是太干了，敷一下 Fresh 的玫瑰面膜，鼻子这边多敷一下，破皮太严重了，这是。今天的 Podcast 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家人跟家庭之间的事情，什么就回答什么，就是会很真实这样子，对。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podcast. 好的，我刚刚上传了我第17集的 podcast。这一集是跟家人有关系的。Obviously， 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这个也已经上传了。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个 podcast 的名字叫做 Old Fudge。然后我其实一直都有把链接放在下面的 info box。然后我现在呢，在 Sound On、Spotify。Apple Podcast 跟 Google Podcast 上面都有，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对，大概是这样子。哒哒，今天晚上见。Perhaps one day I'll hit the lotto, then my bills would all be paid. Money no longer.Would be a bother. My life would never be the same. We could travel all around this world. Fly first class every day. 我现在想要出门走一走。其实我这两天还有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的，就是我再过两个礼拜呢，要去一个小小的。也不算讲座，但就是一个活动，它是一个 private event， 然后就是有点像要去分享一下我可能做经理人或是我自己在经营 social media 上面的一些想法。所以正常来说，我通常是不会答应去做像这样子的讲座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教别人，你知道吗？加上 social media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没有一套什么很认真的公式，你知道吗？但因为邀请人是我们之前合作很久的一个客户，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就去吧。就变成我答应完之后，我才发现，天哪，我现在要认真的准备，算教材嘛，就是一个 PPT 什么的。但是我这两天，我就下意识的在逃避这件事情。我今天晚上会回，滑到，可能晚上回来再弄吧，再让我逃避几个小时。哎呀，我现在有点小小的后悔，就是答应去参加，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会讲得很差。其实我是一个很不能言善道的人，如果大家有发现的话，不管是 YouTube 还是 Podcast 都可以剪的。各位，我的口才不好这件事情，在那种现场的活动或是 Live 就会一览无遗。认真撇了两撇，不想画眼睫毛，就这样吧。我今天只画了遮瑕、眉毛跟眼线，我还有眼影。Let's go. And I don't love the way you treat me when you do. In a perfect world, you take me as I do. And I'm ashamed to say you paid for all my dues.For you. Been a couple days since I ran it back. I've been out of town on my fanny pack. Eyes wide open when I lay down.
You try to build me up, but I stay down. Summertime, suicide. Who am I? Do or die? Did you decide? How do you define the new design? The mood is mine. I'm out of line, and it's taking over you. No mistaking that I knew. All the pain I caused for you. All the pain I caused for you. I'm ashamed to say it's true. Almost told you that I. And I don't love the way you treat me when you stoop. In a perfect world, you'd